你好啊，你好，师傅好。你好。我想问我的先生，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2年属鼠的。属鼠，鼠是什么？属鼠？老鼠。狗狗。属老鼠的是吧？是。想看什么奖吗？想看他的身体。肾脏不好，腰啊。腰和肾脏不好，心脏有点小问题，胸闷气急，哎呀，缺钙，关节也不好，腿关节。对。像他这种手关节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手关节，这是他的一个结。过了倒好了，他脾气很不好，你知道不啦？知道。他要骂你的，他整天要骂你的，你欠他的。因为他身体不好。心体不好，身体不好就要让他没道理乱骂人呐，要叫他好好学佛的，你帮他多念念经就好了吧？听得懂吗？他属什么？属老鼠是吧？老鼠。你告诉他。他以后晚年会中风的，台长看人准得不得了，你叫他要吃素了。有了，他开始吃了，师傅。刚开始吧。几个月了。身上还有很多灵性，他过去有杀业。对。听得懂吗？人不错，喜欢帮人家打抱不平，听得懂吗？人蛮好，但是呢，自己呢，不照顾好自己，然后呢，脾气比较暴躁，而且呢，我就跟你讲一点，你要叫他当心的，他很容易受骗，他被人家骗钱呢。对对，有。我讲了嘛，他就服了，对不对啊？对对，一定要服的，没不服也没用啊。他主要是骨关节现在有点软，要叫他吃维他命 D， 还有维他命 D， 还有那个钙片一定要吃。还有他身上有毒气，明白吗？毒气，毒气就是要排毒啊。排毒。排毒就是说小便要多，要喝水，明白吗？哦哟，脾气倔得不得了，不卖账的，颈椎也不好。眼睛很干。哎，对，感恩师父，感恩。听得懂吗？而且呢，我告诉你啊，他左半边呢，早上起来啊，会有点发麻。对对对。还有脚，有时候经常会冷啊，脚很冷啊。对对。听得懂了吗？对对。相信不相信啦？相信好改啊。我要帮他翻译，他不懂的。啊？他不懂啦。他不懂，他盯着我笑干嘛？在广东话的。潮州话。潮州话，潮州话，我就知道夹崩了。夹崩。吃饭叫夹崩了。好吧。师傅，他的脸右边眼睛还有眼。对呀、就有点像面瘫一样。听得懂吗？这是就是经他的整个的血脉不和，到了脸部这里血脉就不和，血上不去，所以手会发麻。听得懂吗？对，你要让他吃丹参片了。丹参片。你要是再不让他吃丹参片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他要中风啊。对对。听得懂吗？对。你自己好好努力啦。对，你给他多念啦。对。天天在菩萨面前多帮他求求啦。好，有我有我有，感恩师父，感恩。你很好的。明白吗？不好。你不好了，你还不好了，你就管不住你老公啊！你老公很多人喜欢他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上辈子很多女人欠他的缘分呐、所以他这辈子会有很多女人喜欢他。你们这个人还好，心态比较好，骂几句嘛就算了，听得懂吗？他晚年都会报的，他听得懂我讲话的，听得懂吗？人家小女孩叫他做点事情，哇，拼命的去做。是，他
他很开心的。哎，很开心的，不叫开心，叫骨头筋。听得懂吗？请问师父，他要念经怎么念做功课？念心经呀、啊。心经。每天要念四十九遍。他有念小房子了，很好、啊、有要经子几年了。他不会看字的，可是他看那个拼音。看拼音也好啊，你叫他好好念呐、啊。好。你叫他好好求菩萨，好吧？要磕头的。嗯。潮州人不是经常磕头的。是是。啊。嗯。好了，这个人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了，他跟水族，他过去来自于水族。水族。所以他会那种海鲜啊，这种东西啊，哎呦，他很喜欢。而且他能控制那些，他如果抓鱼啊什么，一抓就抓得到。对的，他小的时候有去那个阿德雷抓那个螃蟹。是啊，那个abalone啊，那个一抓就抓住。他盯住这个螃蟹说：“你给我不要走！”他就停住了。上次跟师傅讲电话，师傅有说过了。是吧？是啊，你看，对对对，师傅厉害不啦？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慈悲，感恩。啊、请问师傅，他的图腾颜色？老鼠啊，是毛倒很多。Hairy pet。嗯，这个老鼠眼睛也蛮大的。一个不大了。以前你就是这种样子，所以你老公看见你猛叉叉了，听得懂不啦？你以后老实一点呐，听得懂不啦？你不要话多啊，你话少嘛，你老公就把你带出去了；你话太多了嘛，你老公就不把你带出去了。好，好听得懂不啦？感恩师父。头上面弄朵花，傻傻的。开心吗？你以为央茶？你刚刚叫我问我什么？他的图腾颜色，灰白色的。棕灰色的 gray color、啊、gray color gray your color、okay. 你叫他穿的 gray color、不要开、这个新的我刚可以的，这个很好啊，这很好的，他是白莲给你啊，他是穿你的衣服是给你面子啊，哦，是啊，他要穿那个很脏的、他喜欢穿他要穿旧的，他要旧的舒服。嗯，好吧，你好好的，他会以后晚年会对你好的。哦，谢谢师父。他年纪轻的时候他不会对你特别好，因为他你还还欠他很多债、哦、等到晚年了他会对你好。好吧，我、嗯、坚持一下，我还我还完啊、哦、好吧。请问师父，他要念小房子念多少？86 86、那个放生。放生啊，放生要1200条，慢慢放，好吧。家里，请问家里有灵性吗？你家里供祖宗的，供了一个祖宗台啊，就是一个像神台一样，有吗？好像是三层的，一个长的，有吗？以前有。是不是在进门的左面啊？就是客厅的左面。对，你看你现在不供了，还在那几个祖宗还在呢、现在知道了吗？你赶快要供菩萨了呀！菩萨供了吗啦？有供观世音菩萨。没来吗？有没有来过？多求啊！菩萨有没有来过？护法神来过。护法神来过。嗯，菩萨来过两次，所以你有香卷过。是是啊、是。我有拍那个照片了。对啊，是你人挺好的，你的晚年跟你老公两个人蛮快快乐乐的，听得懂吗？感恩师父，你好好努力了啊、不要哭了，你其实挺好的，你欠他还债还完了，你就把他弄到身边来了。其实你年轻的时候你收不住他的心的，是明白了吗、所以你只能忍耐，忍耐到了老年了，他你的债还完了，他就回到你身边了。Go back to your home. OK. 好啦。请问师傅要放生？放生问了。我可以问一个，我要问那个
一位我爸爸吗？我亡人。叫什么名字？快讲啊。郭金群，我不会讲。师傅，那个锦是锦绣山河的锦。郭锦泉，泉是泉水的泉。郭锦泉。1985年过世的。哎呦，在阿修罗道。谢谢感恩师父、啊、我姐姐有念小房子送给他。对啊，最早你爸爸走的时候给他请和尚给他超度过的。是真的有的、感恩师父、我记得是他3天3夜的、有、是吧？是，我告诉你了，记住了啊，他回过家来看过你们的、是，好吧，你知道就好了，他会梦中会托给你梦的，所以你跟你先生两个人好好过日子，明白了吗？你要学会坚持啊，因为你是还债的，你看你长得不好看、啊、你老公比你handsome啊，对不对、啊、没办法、没办法，嘴馋吃的太多了，听得懂吗？是、少吃一点啦，是，好吧，吃饱就可以啦、加饭加饱了就可以了，吃饱就可以了。好了好了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谢谢谢谢师父。我可以问我自己呀、问你自己什么？我可以换问一个事情吧。 好吧，我可以换一个工作吗？几几年属什么？我1973年属牛的，感恩师父。换啊，要换了。原来那个工作你觉得蛮好，其实很苦的。真的、我是做护士的、可是我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好吧，好，主要是那些护士啊，那些人都不把你当回事，他们都对你非常无礼啊、所以你心里会不开心的、听得懂吗、换一个工作吧。好吧，好，没问题的。我又继续做护士的吗？可以啊，先做嘛，找一个比较干净点的医院。 好吧，好，不要太脏的医院，有些地方沟沟坎坎弯进去的，气场很不好，靠马路边上的医院就好一点。马路上、靠马路边上，大马路边上进去就看见的，不要什么弯进去啊，很深啊，哎呦，这里边气场一塌糊涂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死也死了里边很多人。感恩师父，听得懂吗？感恩，非常换吧，谢谢。好。